哎，媳妇怎么还没走？婆婆，我扫完地就去。不用扫了，多多马上就到了，你快点去。好。真是一点都不晓得安排时间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。阿姨，哎，婆婆。哎呀，这么久没看见你，怎么感觉瘦了？你想吃什么？阿姨带你去买。我想吃草莓塔。好，走，阿姨带你去。老板，你这里草莓塔还有没有？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多多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吧。好，走。婆婆，你回来啦！婆婆，哎，哎，媳妇，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带多多去树上买草莓塔了。那草莓塔呢？没买到。多多，明天赶去阿姨这带你去买。好。多多，快坐下来吃东西吧。好的，外婆。多多坐。吃这个吧。尝一下外婆给你切的苹果。谢谢外婆。哎，媳妇，你到店里去摘点草莓回来。好，阿姨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，那走吧。哇，好多草莓啊！对呀、啊，多多，我们开始摘吧。好，来，给你个筐子。好。嗯，好甜，多多你也尝一个。好。阿姨真的好甜，我们多摘点吧。好，要挑那个红的大的。好。老板，给我拿两瓶做草莓塔的材料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哇，多多，你看我摘了个好大的。我这个也大。啊，快点摘，摘完我们回去了。好。来，你要的材料。好，老板好多钱？一起32块钱。好。来，32块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好了，多多，走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多多，你看我摘的这个又大又红。阿姨，你真会摘。婆婆，草莓我们摘回来了。好，放在桌上。你带多多去休息一下吧。好，走，多多。给我你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青春我放昏黄的梦，不亮无炊烟袅袅，老人哎，媳妇多多，快出来吃草莓塔了。来啦。哇，外婆好漂亮的草莓塔呀。快坐下来吃吧。好。婆婆，你怎么知道做草莓塔的？在网上学的。你们快尝尝看做的怎么样。好，来，多多快吃。听说茶楼想要。嗯，外婆好好吃啊。好吃多吃一点，明天再给你做。好。嗯，婆婆
你做的这个草莓糖味道真好，少吃点。买一份寻常温柔，只是寻常岁月时，书写风花雪月时。